起步跳出嚟最快咧，紅色帽就保護自由啦，粉藍帽就代代平安啊。慢咗少少咧，黃色帽嗰班就聲名鵲起啦，走勢好生硬嘅，片來片去啊。跑喺半路程前面咧，痴男最快保護自由啦，拍住開邊就代代平安。第三位咧，騎呢冇乜反應就聲名鵲起嘅。好啦，接近終點啦，贏呢組彈集咧就係外檔嘅代代平安咧，跑到二名就保護自由，第三名就聲名鵲起。咁啊，三隻馬彈集咧都入晒鏡頭噶啦。咁啊，轉完彎咧，準備收停啊！見到前邊咧內檔咧就係新近轉咗馬房嘅紅色冇保護之友，轉咗林宏基馬房啊！咁啊，粉藍冇咧就係周潤華馬房嘅代代平安啦，黃色冇都係周潤華馬房嘅聲名鵲起。